在这场比赛前呢，义大球团为土地公尼福德举办了加盟记者会。不过大家关心的薪资部分呢，领队谢秉钰表示，等到和状元郎林哲轩谈好之后，就会一起公布。尼福德穿上义大背号十八号球衣，再让总教练叶君璋替自己戴上球帽，正式加盟犀牛军团。因为在跟兄弟谈约的时候，我就跟媒体啊表示，我们对尼福德这位选手啊有非常高度的兴趣。谢谢尼福德的厚爱。因为就是之前有来过东方职棒，那回到这个地方呢，就是熟悉，但是又不陌生。那可能是出去太多年了，然后有第二次来这个时间。早已加入义大练球的尼福德和队友也都相当熟悉。叶君璋希望土地公在明星赛后能够加入球队轮值，以他丰富的旅美经验来帮助球队。不管在中职或在美国都有相当的资历，那所以我觉得除了球技之外，他的过去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很多的投手。很多旅外回来大概都会讲一样的话，因为那一边就比较自觉是自发性东西，会对选手是一种很有效的一种自律的训练方式。至于大家好奇的合约内容，领队谢秉钰表示，尼福德月薪超过40万元，是2年半以上的复数年合约。详细内容等和状元林哲轩签订后，将会一并公布。联合报系王昭月、张一奇高雄报道。